今日又代表 Start Hong Kong 和音樂過來人訪問一下我們方麗瑩姐姐，適逢今天就來到 TVB 後台，她就要參與這個流行經典五十年的演出。剛剛演出完，你的心情怎樣？哇，好正，好興奮，好嗨嘅！因為有現場的觀眾啦，佢哋非常之支持啦，同埋有一個咁專業的樂隊啦，阿小田哥啦，同埋一啲咁專業的音響咧，係全城最正的音響，梗係爽啦！我都知道你咧係呢一類嘅節目嘅常客嚟嘅，點解呢？因為咧之前靚聲王我都見過你上嚟，都一段時間啦，靚聲王到而家都已經係啊嚇。咁你今日係咪又表演咗你嗰首首本拿曲咧？其實我隻隻都係我首本名曲嚟㗎，不過咧啲朋友比較中意聽《傷感雨天》多啲，咁啊趁翻今日外面嗰個天氣，冇錯啦，今日咧就真係好大雨。咁啊其實你覺得咧，即係呢一類嘅節目咧，你中唔中意㗎？梗係中意啦，希望多啲呢一類型嘅節目咧，請我哋呢啲歌手一齊出嚟玩一下，同埋咧感受一下，同埋我相信觀眾都一樣有呢個咁開心嘅感覺嘅。如果唔係流行經典五十年都唔會做到咁多集啦。係啦，一講都成幾年㗎啦喎，連埋之前嘅靚聲王啦，嗬。係啊。咁其實我覺得而家都真係好興呢個懷舊㗎，冇錯。唔係淨係懷舊㗎，新歌咧，頭先阿媽都話咧，新歌咧都好好聽，不過佢唔係好記得啲歌名啫。係啊，所以其實咧，我哋即係繼續燃啲樂壇嘅火啊！咁最近咧又忙啲乜嘢咁啊？咁啊，啱啱咗去咗幾個 trip 翻嚟啦，咁半工作咁樣樣啦，咁啊就去見識之餘就又去旅遊下咁啦，咁跟住希望有機會咧再去美國同埋加拿大去揾下啲真實嘅銀紙。真實銀紙係真銀，平時嗰啲好唔真實咩？因為喺香港咧，有得好多機會有得洗曬啊嘛，係啦，冇錯，香港真係好方便，買乜嘢都係好方便嘅。咁喺呢度咧，就祝福咧啊，方麗瑩姐姐咧，即係一路長做長有啊！多謝大家，希望都更加多謝有你哋嘅支持啦，加油！